电棒伞，他们不择手段。我们连出国，我们都会特别找当地的那个摄影师帮我们照一些比较好的相片。看哟，你看哟，我们会一起做动，看着印度洋，想着你这样。然后后面是黄昏嘛，黄昏之恋。太专业了，我们想要记录一下，这有点太刻意了。记录什么？曾经美好的一切。不要大那么多，所以他要记。他有时候这样去拿保险也比较方便，就是说真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